语伦比梦幻西游这个区的尊享都要抢了吗？第一名现在都已经10000了，已经虎地儿这边8000一个，也是点了3个，就这都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排在前1000名。现在倒是排的挺靠前的，分别排在这个第3名、第5名，还有一个是第6名。这个区的话，我是准备玩一个这个15底洞49离城直冲175，咔咔咔就是砍，这一个排在比较靠后的名次。这个玩法不能说是后无来者，前无古人是肯定的。玩这个组合的人很多，但是有执行力能干到175的我估计就不多了。而且考虑到现在全服都没有多少渡劫的90城，到时候就算不玩了，卖号也能卖出最高的价格。玩梦幻就相当于是理财，谁也不想赔太多。虎地儿肯定是没有实力投资这么一组号，所以说我是准备带着4个大哥一起玩到175级的。到时候我也会通过这个短视频记录下我这个组合0到175的全部过程，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可以给虎地儿点关注。最后咱们再说回这个绿色通道这个事情，大哥咱就不说了，直接尊享禁区就可以。咱们普通玩家可以尝试去抢下这个普通的绿通，如果没有抢到的话，你想排队禁区我感觉会特别累，还不如等到3个月的时候买号禁区更合适。那个时候绿色通道和这个尊享绿通都到期了，排队主打的就是一个众生平等，行吧。大家如果说对于虎地这个15底49离干到175砍砍砍的系列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帮虎地点关注，也给咱的视频点赞，谢谢大家。